老婆挺住呀。不行呀，我要生宝宝了。别怕，霸王龙医生来了，快点让开，我来瞧一瞧。什么情况呀？你的孩子们在肚子里打架呀，他们不想出来，真是有点难办。不过拦不到我，身体缩小，我直接钻进他的肚脐眼里面。小家伙们快停止打架，医生的话都不听吗？他是谁呀？过去教训他。你们想干嘛？当然是要教训你呀。住手。哎呦，还敢来管我们，他们太调皮了，我可能需要帮手。谁在给我打电话？是霸王龙医生。医生有什么吩咐吗？把我的药箱拿过来。没问题，你的药箱拿过来了，这里有一颗超级胶囊，你是不是需要这个呀？超级胶囊来了，变出了好多胶囊，有好多可爱的小宝宝们。孩子们快住手，再不住手你们就完了。谁怕谁呀？我可有棒球棒，看我的鳄鱼脚。哎呦，打不赢我吧，我可有大扳手。就这点武器吗？难道他有绝招？没错，看我的恐龙光线。救命救命，糊了。哎呦，救命救命，别怕，有我们在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他们好厉害的样子，小家伙哪里跑，把他们都打趴下。这下老实了吧，排好队，点个名，依次出去。宝宝们都出生了，一共生了5胞胎，还挺可爱的。